这就没有能凑点羁绊的东西吗？啊？哎呀，真的是啊！这把皎月装备不错呀，能不能给来个天选皎月？掐筋儿了。哇哦！我准备好了。看来这不行。呀，能打过呀！早知道能打过，我不换了呀。蜘蛛吸血 ，EQ 耳链干哈呢？那黄子儿啊，那黄子儿，那黄子儿在干什么？能不能像个人了还？你就这么 EQ 耳链给我的呀，兄弟？我想升级怎么办？升级只能卖派克了。我发现9点直播到12点啊，好慢啊。为什么没有天选之人呢？你这让我怎么拿装备呀、啊、兄弟呀、啊、嗯，我要播种恐惧。这把大树不生好了，这大树拿个大剑，我这都没法整啊，这大树大树给我整个大剑出来呀。这把越南挺多呀，这样吧，我们走把森林看看啊。我发现最近好像寒冰玩的人有点少了，没几个人玩了。这波拿个巨杀，或者是拿个日炎。实在再不行，我们就拿个水银。巨鲨没了，水银有，先拿水银吧。先拿个水银，哎，其实应该拿日炎的，傻逼了，日炎可以变通，水银变不了通。神盾黄子儿拿来用吗？这黄子儿说话还带回音，闲逛，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三国，三个屁国，三国，三什么国？这怎么三国？不行，我不能说三个屁国，我这人是不是有点太凶了？我这给你一种感觉一点都不和蔼。三国这把不能玩啊、哦！
蜘蛛换位啊！早说呀！这要赢不了，属实不应该啊！该赢了。他们不会喜欢这个的。哇，三个枣子哥，这是想让我洗澡啊！我这一看呢，算了，我不换位置，反正都能打得过，换位置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没有意义啊。蜘蛛我不想下，我想上四神盾一会儿。175乘以二，等于350。250乘以二，多了150点盾。哎，这把确实可以走森林，这把森林可以。我想把这大树撇了，有意见没？有意见不行，这大树不能撇。给了。大树不能撇呀！这把瑞文糊透了，为啥呀？我目前没咋见着那瑞文呢，怎么就糊透了呢？我想上千珏。高阳负责召唤，恶狼负责进攻。上千珏，上千珏扫个森林怎么办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其实我觉得黄子现在撇不撇吧，我应该都能赢。我不行，我现在就开始刷天选吧。我六级出那个奴，可以出奴奴。我现在把黄子撇了也能赢。等露露二的吧，等露露二我把黄子撇了。啊，不行，这波如果撇黄子还真就输了。还好没撇这波。我们等露露二的下波给个露露，我们就把那个黄子撇了。
赢不了啊！这吴亦凡呐，神装了。哎呀，好烦呐！碰上倒数第三，给我赢了，好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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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，这波攻速有点多，我们肯定能拿得到。我就不信了呢，我还一个都拿不着了，这么多攻速，最起码咱也能拿一个。你有病啊？你咋不拿这个呢？这拿露露，这不合了吗？你大爷的！还好啊，他为我刨去了一个选项。呀，我应该拿大棒的，拿个大棒好了。算了吧，先给合个日炎吧。这么地儿吧。连败开始，那如果都是吴亦凡，那确实也没办法。咱们的虚区本来就有点低，而且黄子还不 EQ 后边，本来这波吴亦凡吧装备不太好，EQ 耳链打打吴亦凡应该还能赢。小法不要。狼人得要，狼人换个大树，还行，打死几个可以接受。我拿吴亦凡卡他一手，这也没必要啊！我卡他干啥呀？老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拿这个卡他一手，你拿那个卡他一手。”你说人家跟我也不搭嘎啊，我们又不是最后决赛圈，我卡他干哈？你说是不是？我卡他的意义在哪里？我把我自己给卡了，攻速，大棒，大棒，这个也行，给点钱。寒冰，我小法装备能用了，我可以养寒冰加小法。
只不过现在需要寒冰。差个永恒之身，我操，差个努努。真肉啊，这这不掉血呀，哎呀真是肉啊，差个努努就完事了。努努没那么难拿吧，差个努努，最后上个禁夫就完事儿，完活儿，先递个小法。露露差一张三，我天哪！寒冰给巨人杀手，水银就刮痧，那寒冰应该给啥呀？那给这刮痧，那应该给啥呀？你说，我好想要个禁夫啊，但我现在装备不全呢。这禁夫身上要带个大棒子啥的，我就拿了。羊刀饮血不更刮痧了吗？那还没有聚杀好呢，我感觉。给个小法，可以，我应该锁血了。这要都不锁，实在是没天理了。下边给十一露露。完了，上头了，兄弟们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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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不能地了，不能地了，千万不能地了啊！千万千万不能再地了。神他妈锁血了，这还不锁血啊？你正常寒冰的装备上一个寒冰都锁血了。我现在是双 C， 我小法加寒冰，这叫。下波给个大棒子，再随便给一个，给个大棒子，然后小法师也可以上个水银，或者给上个春哥，给个大棒子，给个大剑，再给个锁子甲。这也能输了？
好像鸡哥不会给装备了呀，鸡哥，呀，鸡哥给东西了。给个青雨吧，前排上个救赎，一会儿给小法拿点装备。寒冰还能不能再来俩了？嫖一张也行啊，四费卡嫖一张，不过分吧？大树死的可挺快呀，胃留着干嘛？胃不留，一会儿我上把我上啥？我把你上上去，我不留胃。我留胃不？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我留不留胃？调调站位吧，这明咒节有点多呀，一会儿调一调。哎，就不能嫖来几个英雄吗？我都纳了个闷儿了，全是刺客啊，我天哪，这根本这站位这就没法调，这没个调，就这么等吧。上吧，即使没有钱，哟我操，哇，一下一个。忍者刺儿，蓝 buff 呀，应该给上个这个好。蓝 buff 只能上一个呀，好像不太好，拿个狼人好了。给露露吧，露露马上三。小法生三呐，大哥三呐。我决定了，我站一排，我给他呼住。哎呦我操，这路了怎么回事啊？上来就放大，上来就放大，挺吓人呢。上来蓝就是满的，哎呦天哪，这个可猛啊，这
我是不是要碰这家了？我感觉我要没了。我碰他，我指定没。我打不过他呀。我大树放后头吧。能不能动一下？他就一个猴，就一个小破猴。血量都是很紧追不舍的呀！我这一看呢，哎呦我这装备，哎呦我操！我们只能给狼人了，这装备蓝 buff 给谁呢？蓝 buff 给努努还是给人马？你们说哪有禁夫啊？有禁夫还扯这犊子吗？兄弟，那这回那就可以了呢。来个三星露露吧，有没有？那这回那就是不一样了，兄弟。狼人一星啊，我操！你配这些装备吗？我给你吧，死了！这谁死了啊？禁夫！小法，我选秀再给选一件吧。给点防装，小法师，能不能给个露露飘一个？我蓝脸还不配飘飘露露吗？飘一个！啊，差一针儿！哎呀，差一针儿啊！我要两个全三，我这把高低咱得前二。先看看这小站位。没法站，就只能这么站，这么地儿吧，就这么站吧。大哥呀，大哥，起飞！别死啊！别死！别死！别死！扛住！给我扛住！下边给个小法，再给个露露，然后再下边给个小法师，我们直接起飞。别给给露露，太难受了！我操了，还他妈给个狼人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狼人也配装备，那我给他扔了，我给他扔了，我给他扔了，不要了不要了，我们给人马点装备好吧。不行咱给禁夫也行。禁夫起飞的快点，先把他禁夫给他背过去。完了，GG兄弟们，没打过，操了，全差一针儿啊！全差一针儿，我要气死了！这个逼还剩一滴血，哎，我要气死了！全差一个，哎呀，我操！
太难受了。巨巨，好可怜，好可气呀、啊，可气呀、啊！这第四名我不服啊，我真不服。